赵薇说20年前《还珠格格》有小沈阳，网友这下坐不住了。《还珠格格》不愧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每次看都能发现不一样的亮点。这不就有细心网友从幕后花絮里找到了这张神奇的合影？被赵薇抱在怀里的这个小姑娘，不就是迷你版的小沈阳吗？网友纷纷 at 小沈阳，终于让他注意到了这张合影，连小沈阳本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在微博上向赵薇求证：“姐，你确定一下，这真的是我吗？”赵薇也直接回应道：“是你。”为了证明这张珍贵的合影并不是合成的，还有网友找到了苏有朋和这个小姑娘的合影，怎么看都像小沈阳吗？小沈阳，你是不是20年前就到还珠剧组去跑龙套了呀？既然赵薇都亲口承认了，那么网友们就坐不住了，纷纷感叹小沈阳果然是天生的明星啊，那么小就开始混剧组了。